腿上有童崇辉，走，好球，长传做 tag， 触杀出局。哇，这个球对于中信金队来讲是两头落空啊！打击区上是看到了一个好球进垒，启动的童崇辉在二垒之间被触杀出局，他现在形成了一出局，垒上已经没有跑者，而且打击者现在形成了良好三坏满球数了。其实这个球你看徐正明整个在比的，其实最好打的一个球，因为往内角来你就把它打，因为你做这个暗号的意义就是说我希望一垒跑垒员送到二垒，更可以的话如果你打暗表是最好，所以你看那个球不是落差很大的情况之下，你一定要做攻击，对，你不要等保送，我不需要你保送，我需要你打，刚好是弄巧成拙，我只想说错中有错了。这是今天这场比赛第二次投手出现满球数被打者轰出全垒打，而且呢都是左打者轰出全垒打，实力相对是陈怀山，那么中信金队是陈建伟，因为王建立也没有那种保送的空间，所以他不得不把球投进去，他一定要跟他拼。其实总教练上来抗议的意思是说，第一次王陈瑞昌有上去跟吴俊毅讲一次话了，你已经喊暂停，其实那个喊暂停的